汉。小光，你有听过花开的声音吗？什么是花开的声音？好问题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找的答案。花开的声音，你们听过吗？没有。可以请问你呀，你们有听过花开的声音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，谢谢你。这有没有听过？有吗？小朋友，你们有听过吗？你有听过吗？花开的声音，没有，没有。好好，谢谢哦。谢谢。小姐，抱歉，群下你们有听过花开的声音吗？你有听过吗？小朋友，你有听过花开的声音吗？有吗？也没有。他听过肚子饿的声音。不好意思。这是谁？哈哈哈哈哈！来接他。哎，两位小姐，求一下，你们有听过花的声音吗？花的声音没有。花开的声音。花开的声音。哦，了解。我在寻找花开的声音。花开的声音。对，听说后一个电影，但目前应该很漂亮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感觉要就是要走下一个大自然的地方。哎，好像是。好像是。谢谢。不会不会。杨先生。你有听过花开的声音吗？小芳，找那么久，找到花开的声音了吗？汉哥，感觉好像没有，都不是我心中要的答案。小光，你也帮我问很多人吗？你有结果吗？我觉得花开的声音应该就是后里这边的风景吧。应该。那不然等等就空拍试看看吧。好。哎，这个油桐花是不是花开的声音？你觉得？原来那个才是花开的声音。来了。